比如说今天很有女人味，真假？真假啦！每天都长这样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昨天是弄那个哪个？试一下慕斯，看会更卷。慕斯，嘿，你起码也有慕斯，有卷吗？有啊，要修哦！天哪、啊！你有没有请女装上班没啦？我现在是穿女装鞋。你是有情人是没啦？没了。那你准备要呛下去了？啊，很可惜。有人说他是你的粉丝，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？不要。不要啊，有个性，真帅。都没有在过生日。我也是啊。过生日很尴尬。尴尬啊，还要花钱。对啊，你看大家在里面祝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完呢，然后唱完之后还有人说英文版的 Happy Birthday， 多尴尬，超尴尬。还客语，客语版怎么唱？祝生日快乐，这样我不用唱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样啊？对啊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么尴尬。你今天喝什么？啤酒啊。你喝几罐？两罐而已。两罐哦。礼拜一两罐，然后礼拜二四罐。没有，明天不行啊！明天要站站嘎上去这样。明天就这样忙不行。有人说今天很有女人味。真假？真假啦！他有生日吗？我祝他生日快乐。还有情人节、啊，今天有真。有真是什么？有打扮的。哦，有真哦，每天都长这样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昨天是弄那个哪个？试一下慕斯，看会不会更卷。慕斯，嘿，你起码。欸、有慕斯，有卷吗？有啊，要修哦！天哪、啊！你明天会打算穿女装来上班吗？你有没有请女装上班没啦？我现在是穿女装鞋。你今麦是女装？我现在就穿女装啊！你倒背，你甲我讲。Uniqlo。Uniqlo。Uniqlo 的女装。Uniqlo 的女装，它分男生跟女生，还有儿童嘛，我就是会去女生那边。屁啦！真的，我偶尔也会去男生那边看。屁啦！对，真的。要不要叫给尿来喝？不要啦，都几点来喝饮料？你现在就是这样才胖。你今天喝两罐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看我忙的程度啊，我也是可以再喝第三罐。你们几点下班？有人在问。不一定。他们没有上班的时间。我们没有下班的时间。对，没有啊，有一个固定。哪有固定？不是，就有一个。你每天睡到下午，然后想来就来。我每天十二点前就起床。老实说，也就是在中午而已。对啊，我表定的上班时间是十二点到八点。你自己为自己定的？没有，我跟阿迪讲，上班喝酒也是那个时候进来，我问他的，他说可以啊。哇，好富裕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他说可以，我才喝的、啊。很巧呢哈。我以前对啊，不然谁会在上班的时候喝酒？